近日微辣前经理人阿晶生前的录音曝光，第一段是阿晶和家聪讨论要不要 BB 的对话。咁你谂下咯，睇下谂住要定唔要？我唔想，不过我都尊重你。我睇十二点算噶咯噃。家聪在日前的道歉直播入边都有提到冇陪伴阿晶，另一条录音都有显示呢件事。冇啊，我妈陪我做手术嘅，嗰日佢要做嘢，佢有 job， 佢要做 job， 所以佢冇陪我一起去落小朋友。我妈陪我落嘅。亦都提到家聪竟然在医院因为一件事发阿晶脾气，而好少陪佢复诊。佢未 ready 好，我觉得佢唔系好想同我一起。之后医生有同我讲过话佢。怎么说呢，就是说我男朋友对我影响很大，叫我一起看医生，就是他应该陪过我一两次去看医生的，之后都那一年都是我自己去看医生。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看医生他还要发脾气，就因为医院的冷气太热，所以他发了脾气，之后我就从此以后不敢叫他陪我看医生。